现在呢，北京的空气质量是达到了严重污染的级别。刚才在上班的路上，我也注意到，进入到四环之内，发现这个雾霾明显。我看那个美国偶像最后出场的有一个叫 George Michael。他一出来就那个气场，你知道吗？那个小宇宙，你知道吧？一出来就是一看就是这肯定是一哥，绝对是这。所以我现在达到这我一出场，别人一看就这样。还没到鼓掌的时候呢啊！你们第一天就这么疯狂的就犯死是吧？没有几天了，美国老师就要来了。这个戏呢是百老汇和中国第一次合作，大家的任务很重啊，希望大家努力。可能是西方的音乐吧，中国人还没有适应过那么久。他说他不太说刚才那首那些歌是你们的唱的歌吗？我说是，怎么那么难听啊？我说可能是西方的音乐你还没适应过。就是这个戏是最后我们班最后一个毕业大戏，然后吧还是跟我们都是特别贴近的，我觉得做这个戏会很有意义，给自己大学生活画一个句号。49年的时候，咱们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就是成立了中央戏剧院。当时毛泽东对文化文艺非常非常的重视，所以就亲笔提了中央戏剧学院。我当时刚进校里面的时候，站在我们学校大门面前，我觉得那是一个神圣的殿堂。后来进学校之后，我们学校有画板嘛，就有很多那种明星的照片啊，当时就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一个目标。很多人呢，把中戏就像是当那个废墟那个学校一样的，觉得从这个学校走出去的人肯定是能成名的。考试那段时间，我就是我就感觉从小到大第一次感觉有压力。从小我没觉得有什么压力，当我一听说什么中戏一报一万多人，我什么也不会，什么也没学，我怎么考啊？钢琴练曲子是我必学的，它
才开始学的话，那我们完全真的是一个大人的考验，大人的一个耐心，弹了大概五级，硬是不弹的。妈，我硬是不弹的，我哪不弹就不行，我哪个明星去弹呐？最后弹到这儿程度啊，他那时候弹琴就那么直直当的，都弯不了的，我还是要再弹。五岁当的兵，我一般就想女孩当兵挺好的，这一辈子就可以了哈，再大一点找个人嫁人当妇女就能想。那时候我觉得那三年我认为我就觉得跟坐牢没什么区别，就是一个服务员，就是我不同意他就告诉你要不同意叫我死对不对，你非要死的考这么细。刚好那通知书下来没几天，办完特别高兴，那个办完将近五六十桌桌那种宴席啊，请大家一起来吃饭。我们这个家族在他这辈儿这是唯一的一个单位，就说我当时是义愤军人的，我宁可倾家荡产也得供孩子走这条路。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有很多梦想，由于没说嘛，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生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很多梦想实现不了，很多常人，就是一些现在的年轻人都无法想象那种生活环境。考大学无望，你那时候就是你考技工，你不是城镇户口，你考技工都不让你报名。没办法当兵，就说我供他上学，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让他实现我没实现的梦想。我自己我都不希望就是怎么样，我还希望我爸我妈能在亲戚朋友也好啊，或者是家人方面为他们争光，为他全是为我就是为了他们争光。三角形，快！三角形，三角形，一二三，一二三。将旁边的同学需要你们自觉啊！现在不要那么多的话啊！刘正飞，你要这样，我就让你出去了。安静一下，所有人，我说，我真受不了你们。你们觉得清楚吗？待会儿什么时候叫废物呢？你们该认真的时候不认真，老是吊儿郎当，什么时候认真呢？如果有人在这个里边瞎闹，我对你不客气，我真的揍了。他们是面临毕业，每个人呢，实际上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像什么包分配啊，所以每个人都会有危机感，但是表现在什么呢？表现在浮躁上面。我有一个好朋友告诉我，
丫头呀，出名趁早，对吧？你如果到了27岁，还有21岁、18岁小孩子在后面赶着你，他们很难理解。这是个戏非常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找工作机会，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有时候得打一打，打屁股，有时候得骂一骂，但最终还是让他上舞台。我的目的就是让他每一个人都能上舞台。你现在就我们这帮80后的孩子，你说什么到我们脑子里，我们会过滤一层，就是说你说这个话，你的出发点是好的，这点我们能理解。但是按照我们的立场来看的话，我们该做什么还是做我们自己做的事情。现实一点，这个在国内音乐剧啊、话剧啊发展不大。再现实点，赚的钱少。社会不愿谈论红尘，虽然成绩很黑，但我还是愿意在台上和老子说嘴。我就这样混不好，这样没人管。就算你不是那一套，就算你不是那一条，也挺难的。因为我搞过很多个句子。你知道那剧组那个资料，演这个资料他怎么拿吗？一个大袋子，几袋子几袋子，能看得过来吗？有几个能看得过来？袋子啪往那一扔，看一眼啊，就把那一扔。期待了你好久了。So they are expecting you for a long time. I'm so happy to be here. So happy to be here. 哎呦，太高兴了，能来这儿，很调皮。So they're very mischievous. Me too. Me too. 对，他们会非常努力，非常努力。Yeah. So fame. Yeah. Yeah. You like? Mischievous. So it's going to be a lot of fun. Sit. Circle. So let me tell you about myself. I'm the oldest of 5. 4 brothers and sisters. 他是第五个孩子。So I went to Boston for my undergrad. And I majored in musical theater. And then I moved to New York. 然后我就搬到纽约。I work as a conductor and music director, and have worked on Lion King and a show called Avenue Q. Q? About puppets. Okay, so I want to learn about you. Who plays instruments? So good. Oh, he's Nick. Good. Who's your favorite singer? 最喜欢的歌手 Coldplay. What do you want to do when you graduate? 毕业之后要做什么？毕业之后要做什么？Either a singer or an actor. Singer or actor? I want you to tell me, describe your personality in one word. 用一个词说概括就是我知道了。What is that? Natural beauty. Natural beauty.
What do you want to do when you get out of here? Where's your name? Actor. Actor? Musical actor. Musical. What's your favorite show? 那你最喜欢的演出是什么？啊，好嘛。I like that show. I like that show.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hen you graduate? 毕业之后要做什么？ I want to be a star. Super, superstar. Superstar? Yeah. Uh-oh. I hate using the word typecasting, but literally, the first day of rehearsal, I knew who was going to be who just looking at them in the room.There's the star wannabes, there's the dance people who are insecure about the way they look and their bodies, there's the semi-troublemakers. You could place this anywhere, and you're going to find the same characters in a school like this. I want to know, how about singer? Michael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What is your name? Sophie. Faye.Fake. Fake. Makes for life. Yeah. I'm excite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learning process for us. I'm curious to see how it's going to translate and how the same emotions and the feelings of the show resonate over here as compared to America. These rock and roll rhythms and American rhythms are very new for them. Music is so universal, but I find that the rhythms that this score has, it throws them for a curve. The harder it is for them right now in terms of learning this material, the better it is for them. Because I think once they finish the English, I think the Chinese is going to come much easier for them. Chinese normally don't speak these rhythms. And I feel like they get into class and they feel like they have to fit into this mold. They have to make it sound a certain way. And I'm like, no, you guys need to sound like...You've had a couple beers, and it's just nice and loose, and you're having a good time. Okay, okay. That's okay. He let you come. He thinks it's good. He will stay. For me to choose, I'm going to America. Hollywood, Hollywood, just two places.有机会去抢他们的工作。我觉得国外的人就是思想会比较自由，我喜欢那种很自由的感觉。It's gonna be fun. It's really written about them, you know. It's written about 20-somethings wanting to make it in.The artistic world and the creative process, and what happens when you have support and what happens when you don't.
生活环境是特别单纯特别简单的。我妈妈老想着说我们以后两个住在一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是想的是出国，我想的是在外面去闯，就说我心特别酸你知道吗，因为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不敢告诉他，我怕他受不了。闻他的话他太干啥，我啥我都有啥我都不晓得我以后该什么会走。指标不啥心。还是想考上名嘛，把当时。是这样子的，就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你回家你说什么你父母不能够理解，而且他还在一直的教育你社会是美好的，就人和人之间是可以完全的互相的信任的。他就说你不要以为国外什么都好啊，你想出国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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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怎么不好啊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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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就发现我他们已经说到一块去了。哎，其实我们就不要他们大红大紫啊。我们想要一辈子么的。平安。平安。猴子我跟俺说的，我的坏蛋把我妈妈的养着，把我妈妈都是死的，你就不得去。他如果不懂的话，我们就就他没得经济来源的。学二百的，我也是几块钱，我妈妈退休费也很少。你还不买学费呀？看你的，我看你个你爸爸这个中年，看你几十能扛得起。你家里肚子味儿热。大一那会儿不是有一个秀吗，就是好男儿那个，然后就是导演给我打电话让我去陪，然后我爸妈就是说那不行，然后就说我得好好学习，现在就当时如果人还可能话多的现在还是有点问题。现实就是说那个演艺圈太竞争太强了，反正要说的话还要有人员。我们在一场市也没得什么亲戚在那里，就是全靠他自己凭他自己的实力和打拼。这个行对于我们这种条件来说，我觉得很难。但是我的理想是唱歌，之前有一些歌手一样的，住地下室啊，在北京，可能会特别穷啊，身上没有钱啊。有些前辈就是跟我说，你很有可能就是没有钱的时候，你去那种像后海那种小酒吧，你去唱歌啊。他说你必须做好准备。我现在想象不出来我那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想象不出来。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了，一对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六人关心这一个孩子，所以他们呢就是特别特别的受娇惯。我们
今天的发表其实难看一下挺好的。Oh man, thanks. It is good to embarrass them. Yeah. Yeah, I agree. Falling on your face is a good thing sometimes. It teaches you to walk better. All right, let's get started. Homey has not told you is that eight of you have the chance to go to New York City to work on a project I'm involved with in January. Two female dancers, two male dancers. Two female singers, two male singers. So the first thing we're going to do is learn a dance combination and then cut people. I want everyone to do their best, but I can only take eight of you to New York City. Okay. We're all gonna do the same thing. Here you go. One more time. I'll play it one more time. Listen.Do this for me. Can you find for me? Listen. Good. Okay, thank you. So, this was very hard. Very hard.I love all of you dearly, but I can't bring all of you to New York. I had to take away everything that I know about you and just base it on today. Okay? So no hard feelings. 20号，天上地上感觉真是太，我真特别紧张，因为中国不是因为第一次就我唱，就是我去参加唱歌的比赛，然后被选上，你知道吗？就觉得特别的就 crazy， 没 crazy。你们今天让我很感动，我真的我好不忍心，让他们难办。说吧，怎么办？啊，可以这么告诉你们，我们是个演员，是吧？对。我们是不是一直在搞创作，对吧？对。难道我们真的认真的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创作？就刚才的感觉。All right, let's get real. Let's get serious.Every day of your life as an actor will be just like that. The anger, the nervousness, the sadness, the excitement will happen every day for you. So the biggest lesson I want you to take from this, you have to leave your baggage at the door. That's the thing that I've been trying to tell the teachers. I think they need to instill a little bit more competitive nature with the students.Because in order to grow, you have to show who has the biggest roar in the room, so to speak.
Just put it in perspective that in New York, when I have auditions, we cast 4 roles, and there's probably 1,200 people auditioning. 也可能会有人说我特别傻或者怎么样很笨，不给自己留后路。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出去的话，我觉得我会尽一切的努力去做到最好。用人单位会来看，不管所以国内的、国外的很多的，包括这什么，甚至就什么，咱们就说是美国的、中日韩等等这些，现在都在盯着，包括很多的剧组。所以，真的，我们同舟共济吧。嗯We're going to present to you a work in progress.我们现在给你们展示的是我们仍然在工作的一些片段。And I'm just very honored to be part of this groundbreaking musical for them. It's going to be very exciting. So let's start. 。We first meet a character named Nick Piazza, who has already had a career as a child actor. And this is him explaining to his new friend Serena why he loves acting.相信这个生活，演员就可以创造出想创造奇迹，想超越现在的自己，好想让人真正关心我，真正。你觉得那个角色就是我演的，那个。按剧本上来解释，好像是条件还是算比较好的，我觉得这点跟我还是有点像的。我想创造奇迹，我想超越现在的自己，好想让人真正关心我。我根本没往尼克这儿想，因为我根本就觉得我演不了尼克。演不了，我觉得那叫大帅哥。我觉得奇迹，奇迹，奇迹。In this scene, we meet Tyrone and Iris. Here we see how Tyrone explain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lasses between poor and rich.去你的爱丽丝，去你的富家千金，别逼我！需要谁来告诉我做什么？我不信任我没吃的东西的道是谁？谁是用爱滋味？漆黑，地下室，没人体会这种歧视。进去买了黑皮肤，然后清洁也不能保证。身为黑人的你。是你大人还是你带不去从选择的悲剧老师就觉得我演不了这个蔡勇我觉得就是平时也不是那么努力的怎么努力的老师家子不是说那个跟老师争嘛他一给我自信嘛我觉得我还能完成更好因为我根本就没努力是我特别好从现在开始我只有三件事你需要关心自己本人哎呀，卡门呐，信心是肯定有的。
他天生旋律感比我强，但我天生比他会讲故事。他有很多外国人那种很野性的一面，我有的时候会放不开。我还在继续寻找。As we are build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is show, you are building the foundation for musicals in China. And I can safely say that they've laid the foundation very well. A 咖，对，我不做什么 B 咖 C 咖这样的。但是我从来不跟任何人打赌，也不赌钱，也不赌什么东西。但这次唯一的一次放在你身上了，红脸儿还是乐的翻译还是的、好，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会跟百老汇的人合作吗？然后他觉得我还蛮好。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 CD 上面看到百老汇哦。然后电视上面啊，百老汇。虽然调控政策未见放松，但是呢，各项数据已经隐约的释放出了楼市复苏的信号。记者昨天从市统计局了解到，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涨幅达到12.17%，达到了44715元。是我的新家，我们是会找一个设计师来帮我们去设计一下。他把这里安一个吧台，然后可能在这里应该可能会放一个酒柜，因为我比较喜欢收藏。我想把这儿弄成一个衣帽间，什么类型风格的衣服我喜欢就买，喜欢就买。从最正规的迪奥的那种衬衣，一直到 Adidas 这种衣服都会穿。这是我最引以自豪、引以骄傲的地方，这是我的一个放鞋的区域，因为还没有买好适合我的鞋柜。我是有鞋癖的人，所以我会特别的练鞋。看到这么多鞋，其实我还有这么多没有拿过来。你说没想过那是骗你的？怎么说呢？如果能遇到帮助自己的人是最好了。毕竟一个人在外面闯也太辛苦了。你以后回来分到
港这边去成录音厂，后来又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就下来到一线跟他们搞这个承包干器件抬大木头。92年我就开始下来用口子开一家医院。那得全靠了这点收入啊，供小飞上学，那就没收入来了。早上4点钟起床开始干，干到晚上10点。这是常年的这个劳累，造成这个梗椎病，现在那活干不了了。干不了了，就寻思不知道就买的这台车嘛。完了就说那时候收这个山野菜，四老牙四五家收这山野菜了。学费、生活费、租房的费用全都是自己的。从大二到现在吧，改变。我第一桶油股票赚的。你把天然石油8.56块的成本，拍个广告啊，完了帮人那个帮人上课呀、就是我认识一点，靠自己平常朋友也好，关系也好，帮人办进去考，办学校，办那个单位。这个书你看，这题目叫盼望。正非学武整一年，父母在家没清闲，望子成龙得花钱，苦尽甘来才最甜。Here on BON, some Chinese experts are calling for the country's controversial one-child policy to be loosened to allow more couples to have 2 children. The head of the China Population Association says a married couple, of which just one of the two is an only child, should be allowed to have 2 children. Tian says this would relieve many one-child families of the burden of caring for the elderly. 另外一个我们叫做现在独生子女后社会性断奶啊都很慢。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就是人口、家庭、文化、伦理造成的这么一个现状。生下来，回家。1、2、3、4，5，大六。哦，对，来，你，对，你在后面，你先来啊。5、1、2、3、4，5，大六 ，OK。把手机给我扔下。来，我们从这开始来，预备。来，听我说，各位。我本来不想停啊，本来不想说这完了再说啊。我们非常光荣的有些同学星期五下午的合唱没有到，还有些同学今天光荣的上午生病了也没有到。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不起了，你的准备的角色也不要参加。还有一些我们是现在是有点慌，是吧？可能有一个什么吸引力，今天谁让我去配个音了，或者谁让我去有一个什么小镜头啊，我是试一试啊，为我以后打基础。我说呀，这样可能就太傻了啊！我是87年考的中戏的，实际上我上学的时候啊，如果我愿意的话，毕业以后我可以留校当老师。当时快毕业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片场让我出去拍戏，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从小学武术，所以有很深的基本功。基本上很多武打片的话就不用去找替身。
这个的话，我就觉得有些心动了。我就觉得，哎呀，做影视演员，就是出名比较快一些，而且呢，大家都觉得很崇拜你，或者都很仰慕你，这种感觉，就是好像自尊心上能得到特别好的满足。有可能一两年的时间我都在纠结着，但是当时的话我们更多的就说我应该去为社会去服务，钱明星不是最主要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孩子们太早的关注这个方面，想让生活马上变得美好，而不是说是什么呢，我想让我做一个我信仰或者是我崇尚的这样一个职业，我去为他奋斗。老师做普通生，在学校学好了，那出息什么都有。而社会上，我觉得不是这样。他们的观点就觉得是金子早晚的发光，但你中国，你北漂30万人，发出来几个光啊？对不对？如果家里有关系，说我爸爸认识这个投资商，或者我爸爸认识这个制片人，那么这个角色就归你。好多靠机遇，看你自己有没有机遇，怎么创造这些机遇。这个中国国情，中国的国情什么样的国情，是不是个关系的事？我回去了，半年就3个月就排了。其实他只要有一个院校顶到里边，早有平台，越剧极好做。空政的艺人就非常有名，还是非常好。谁是空政的？要有工作，可能我还要帮他做一些工作，至少创建一些环境，让大家认识他，接受他。那个你要不说，想跟他睡觉，那个睡觉钱我这25万就给你签了。他要适应的是主演，以后有这事我们也可以参与参与。我个人认为他应该先走唱片界，然后再那个去演戏。你挣钱了？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还我？别说20万，我借你200万都行。没话了吧？还没有话了。我知道，因为我知道他借得出来，你知道吗？那不是我的钱，那是我父母的钱。以后我也要赚钱的，但是我不知道我毕业要干嘛。就都在聊这个啊，都在想啊怎么办啊，是干嘛干嘛呀、啊、大家心里也都挺浮躁的。然后包括今天也有同学跑过来跟我聊天，然后听说是我要考空政嘛，他们就过来跑过来问我说你有没有找人。我说要真的是像别人说的那么吓人，考到那个部队团体要花个50-60万的话，那我觉得我还不如自己让我家人给我做投资，我自己开一个小的这个影视的这种工作室，我自己弄一下，我觉得没有那个意义。芳芳，你来跟他抢小熊玩，来。因为我妹妹结婚的时候做生意，我就想在我有了他坚决不要的钱，我的一夜不能钱给他挣钱，更好的情况不要不允许，因为我特别喜欢你，我小的时候就特别特别喜欢。我特别喜欢，当时我小时候喜欢你，因为老爷老爷不愿意叫我参加你，所以说我以为还有，我一定要做。有些女孩我特别喜欢，
毕竟是抖音。清楚我在我需要什么，我知道我缺什么。练一练那个街舞啊、霹雳舞啊，找找那种黑人民进来那种黑人那种范儿。他们应该是那种对自己特别没自信，而要表现出特别强的那种，因为他觉得他是黑人，在美国那种社会，黑人是没有地位的。但我没有自己瞧不起我自己，我觉得我是黄种人很好。原来让我是第一组的，把红雷经理帮了，调回来个歌，这也无所谓。他最后定了一组地址，还是国外的原因。我觉得我应该能争过到一组。Here we go.Ready to meet the students? I am ready to meet the students. This is exciting. Hi, everyone. How are you guys? You there? So, it's been good? Okay, it's been good.No, first impression is great. I mean, I love the energy and the spirit in the room already, so, you know, so that part is exciting. I'm looking forward to get my hands dirty here in a few minutes, so we'll see. Okay! Shlomo Yinya!Steps, you know what I mean? They have the idea, but they don't, you can tell already they don't have ownership,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re doing. But very, very, very nice. Thank you, very nice. I'm excited to get to work on this with you. The one thing I just wanted to comment on, I know you've put a lot of hard work, but one thing that we will focus on is trying to now make this show yours. Because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you understand what you are saying.Anytime you are on stage. And that's a new song. So it's up here, they're in their head, they can't, they can't cast, they can't sing. Taught you. Oh, wow. So we had like a 2-day voice lesson the last time I was here for the girls. It's really charming. Yeah. Wow, that's good. But like, it's going to be, I don't know if we're ever going to get this out of the world, you know?八个人留下来，然后一会儿的话，那个总导演又会给我们讲一讲戏，另外呢，听听你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那么这个完了以后呢，就是我们自己糊里糊涂就成了 B 组了。你就觉得为什么，或者说凭什么？很压抑，很压抑，为什么压抑啊？啊，为什么压抑？不知道，突然就感觉倍儿压抑。那等于说我们二组他们就根本不看了，直接就那个就敲定了呗。像从吴恒来说，他的外形和他的整个他的声音条件，一开始来说的话，他确实非常适合妮可的。
但是吴恒在舞台上他的表演是比较拘谨的。我觉得张潇这个人我不评价，但是专业方面我觉得张潇可以，除了他是没有吴恒长得帅，但是谁说表演就一定要长得帅了？人家舞台的感觉比你好吧，你承认吗？人家歌虽然说你觉得你比人唱得好，但是我觉得在台上有些歌人家是不是唱得比你好，那你承不承认？承不承认有些方面人家比你有实力，承不承认人家家里比你有实力？一定舞台 B 组人在下边看，然后导演会给 B 组人机会上台，就这样。但是先制排 A 组，就是你无论怎么努力，结果都是一样的。We've talked to Tyrone, for example. We can start with him if he wants, about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that we're not going to make him African American. Whereas Tyrone, his lesson. 不是我喜欢的，突然来了个女性，没有自己的兴趣，从小都是学舞蹈也不是我的兴趣，受家里逼着我拒绝的。大四开始喜欢我，慢慢才比较喜欢的演戏，但是就是演戏。全是为了出门，为一个用我没用上去学。You're one of the most talented people in this school, and she has this incredible gift superior to yours. Some important events will be arranged on A's performances. I think that's a fire that we have to put out. In theater, you don't get everything you want.That's true. But we do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also a school, so this is for education, so we do have to also be aware of that. All of the stuff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and the work that you're doing is important to bring it to life, to make it three-dimensional.能够考上艺术学校，多么希望考上，我多么希望能够考上艺术学校。One more thing. 最后一件事儿。Cell phones and stuff. 手机。When you're on stage. 在台上的时候。Never texting, pulling them out. 千万别发短信。Always pay attention. So be casting. You always hear everything we're saying. 包括所有的 beef. On break. 学校并不是一个很单纯的地方，会有很多复杂的其他因素，并不是说你专业好，你适合这个角色。老师会给你更多机会，并不是这样的。我初三的时候去考音乐学附中，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接触到什么就地下活动啊，或者这些事情，我就已经知道了，你知道吗？你可以说我现在很年轻，我经历过那种被人家脚踩在头上的那种什么感觉吧，就是可能原来我看到了，但是我不想去那么认为。但是这个 fame 这个东西，就迫不得已让我承受了这种。This business is 90% who you know and 10% talent. It really is, in my country at least. 那社会比学校更复杂，比如说是很多压力啊，也挺难的。Okay, great. What? 就说对于这种有些时候是鼓励的，有些时候是鞭策的。有些时候是在井中藏民，刮风不一定下雨，下雨不一定打雷，得到的不一定是
死去的不一定是亏，平平安安就是福，实实在在活一生。做了将近一年了，做饭每天一日三餐，再呢他的衣服每天我跟他在这洗，怎么说呢，我还是有一个精神支柱嘛，孩子在这儿，我就是愁他们找工作以后靠那个音乐剧吃不吃吃哪饭，他们的出路在哪。那现在这学生他们现在的这个问题呢，一个是现在的社会的环境越来越好了，他们会衣食无忧，再一个就是独生子，他们得到的爱太多了，就遇到挫折以后呢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承受的压力太大了，因为一家就我们一个，所有的希望都在我们身上，对，迟总。因为我男朋友不是在武汉嘛，然后他会过来嘛，我以为他一个月就来一次，他结果现在差不多是每个星期都要过来。我准备啊，他们家生意是做建材方面的，他那会是17岁的时候，他那以后赚了300万。他道歉。没挣钱呀、啊。其实说心里话，他在北京读书，我们担心。其实对他的担心并不是别的呀、啊，就是觉得一个社会就是个牵挂。其实说心里话，对，竞争蛮大啦、哎，就是怕他自己苦了他自己，其实担心这个。对对对。我男朋友说我们结婚吧，然后我也没说别的。其实说白了吧，我们毕了业也考虑到一个什么问题，生存，对吧，我们要挣钱，我们养活自己，对吧，长大了本来就不应该归父母养，都应该是自己养自己，这年头挺好嘛。你们呀不要说，老师你知道那个体操服你都没看见，你问我吗，你不是你们呀，你要穿着那我都没自信这样一跳舞，我就是我开始定的是光明这样In the game, student one. In the game, state. 你看看你在洛杉矶那边怎么样？你见到电影星吗？是啊，当然。那里到处都是明星，你还可以在路上看到死掉的明星的名字，首个好莱坞大道都是。那里的路真的是有黄金的路出来的。我去你心上数日光雨，一切不用我来担心。要过来打拼肯定是不可能的吧？因为这辈子你再怎么努力的话，你首先不是从头到尾都接受他那种训练，就是实力上面肯定是跟不上。他们说这是梦，虽然我说的没错，梦想是为自己许下的愿，若深情你的梦会成真。我不会那么天真说啊，叫打拼要以自己实力打拼怎么样的，现在会很客观的想问题，因为你当你想清楚很多问题的时候，你就必须放弃很多东西。我相信你能找到自己，我相信那片天空会晴朗，我也会想去面对，这只是个过往。
像结婚一样。我当时会想，结婚真的是我毕业之后最佳的选择吗？但是我现在觉得，你看，就是我看很多同学要怎么办？我觉得，其毕业了收获爱情，然后再谈事业，也是挺好的。他们自己都很自信，他们觉得老师你就是没有用我，我完全我二的一组，我肯定比他还要好。他们很自信的，他们不知道他们身上有好多东西需要调整。I thought that last time looked really good. Okay, let's do it again. Very nice. Super, Sergio. What else is that? Chung Fei fell ill. Very hot. Chung 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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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ng Fei.我现在对我希望特别高，因为我总永远都是报喜不报忧那种人，就把我养那么大挺难的，我还不是一个好养的孩子，你身体不好，小时候爱逃。没事，我相信你能坚持，完了以后再去，好吗？今晚打完针了以后，咱们坚持一下，好吧？没问题，真行啊，没问题。是啊，帮帮这可怜的穷鬼，少给我装模作样，弄不像你真关心我似的。的确，关心你。从第一天起你就没有尊重过我，第一天起我就在气你。你想让我再次不及格，随你的便，我会在暑期考试考及格的，就像上次一样。不及格作弊吗？我跟你说过，没有作弊的老女人。就好多时候，有时候累的时候呀，我有时候觉得活着特累。特别沮丧的时候会想不想活着，但是想想我爸我妈这么辛苦帮我养大，我再怎么样再辛苦再辛苦再累，我要为他们好好的活着，我要养活他们，我要给他们，我爸要抱孙子呢，最简单的。Kids that I see that inner passion in, I think are the kids that are going to make it. Like Faye. He might not have gotten this, but it's only helped him to get that much stronger and to have a thicker skin for the next time it comes around. He knows how to do a better job.马上要演出了，就是完全不知道我们可以演几场，然后我们就去找红梅老师了。他从那个我们一副剧场后门出来准备回家，被我们B组人堵了。就是很真挚的把我们的所有人的想法都说出来之后，最后我们才能够有机会。人的一直的观念下来是觉得 B 组是不如 A 组，我当时就说这也不一定吧。我爷爷亲朋好友一个人说这些剧是啥剧呀、啊、我说谁道我也说不清楚，我说好像说听他们说是
有唱的有跳有蹦，哎哎，究竟是啥我说我也不清楚。只要注意力集中就没问题，就怕你那杂念太多你就演不好。新观众了宝贝儿，受不了了。我实际上是我就是软硬兼施，因为他们有时候太那什么，因为他有些需要一些需要一些他内心的激荡，完了在台上才能扎实，要不然很多人说是飘的，我又来不及每一个同学都给他们解释那么清楚。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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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ple that really needed to do this are the ones that survived. So that's the first question they need to ask themselves. As much as they enjoy dancing, or they enjoy singing, or as much as they enjoy the adulation on stage, or as much as they desire the recognition or fame, what do they really need?在我上大学之前，他说：“我不希望你给我光宗耀祖，但你只要别给我动手，别给我丢人现眼就行。”但是我不是那种特安分的人，就我不希望我默默无闻的过一生，我要不就是一臭万年，要不就灰灰黄黄。在哪儿？你太急功近利，太想一夜成名了。对不起，那只会发生在童话。一个演员。One of the things I really love about fame is that it is a very basic message about being who you are and dreaming what's possible and having the courage to step out and say, bring it on.走到生命中的岔路口，当未来送到我们面前，你会发现我们是否足够强壮，将未来一点点实现。有些东西不是希望的，比如说顺其自然，就是稳稳当当的一步一个台阶，但究竟走多高，那个高度咱不能去限制，也不能要求，
只要就是说他好往高走。这一切好像来得太快了，我觉得对未来的一种迷茫。迷茫就在于说，不知道通往梦想这条路我们应该怎么走。迷茫当中又带着那种希望。我们父母能培养出一个这样的孩子，确实感觉到太不容易了。为这样的一个儿子，确实感到骄傲和自豪。现在就是等着走向社会，看他们这个谁能适应那个市场。我觉得他们里面肯定有明星。韩国女子组合，这个很火的。然后现在我们要做类似这种事情。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哇，我也陪了很多哎，因为我们是哥们。现在还在被催眠中，我太热爱这个职业了，我太喜欢这个过程了，我也不知道真的喜欢还是我自己把自己给催眠了。还可以混到这里面，演大树吗？毕了业之后3年，然后工作，演话剧，演音乐剧，演电视剧，演电影，这都演过。没有觉得说路会这么的艰难。你说你对自己很有自信，你说你一定可以，一定行。但有时候你就觉得你还是没有这个事，你还是得再多多的努力。
我想创造奇迹，想超越现在的自己，我想让人真正关心我，真正在乎我。